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现在在东浦一里这里。师傅，达达的，你们也试试啊。你是饿了吗？饿了吗？啊？你要开直播吗？没有啊。啊，那个录像。这个是吧？罗宾森的嘛。啊，对，罗宾森的。坐车。坐车。一天跑几单呢？啊？一天呢？一天跑几单？比较累了，跪着跑不会的，像脚大而已啊，他没有电动的吧？我给你拿吧。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操鸡巴！还要开吃饭呢？什么？达达他妈的逼，兼职的东西搞自拍呀！我操！操你妈的！太拉了吧！我来，这个是李健拉的，我拿给你。这么多，我这个五号还没好，那我先做了啊。看一下有没有蛋，他妈一单我根本不想跑，一单我跑到下班了。他妈打了那个鸡巴玩意，我操他妈自。主要是这种兼职的，你要是说全职的，还要求别人带功夫还扣钱，这完全就是碾压式的存在。行。取货成功，然后送到那个罗宾森了。好，怎么搞错了？送到罗宾森。今天说了很多脏话，但没办法。行，那我们出发到罗宾森。我现在在那个东浦板尾路啊，应该说这是板尾路。
刚才是东浦医院东浦路，我现在走到东浦路了，非常生气啊。这种达达是你要是说你有给别人交医保社保或者说怎么样，还没有交医保社保还要拍工服，要求很多啊，不行的话就扣钱。我不知道，也没人管，你就知道啊，也没有人管。主要是这个没人管。走完东浦路，走下河路嘛。这条路是东平山路啊，现在时间是2023年11月13号，现在是16:32，今天比较冷了，今天最低温度15度啊，现在也比
这里要装修，之前是肯德基在装修。装肯德基装修好了，这个一天能骑多远？骑好的一天骑两百。一天骑两百。一天两百。多长时间呢？十几个小时。一个小时二十公里。如果平路的话不行。就这种路，不就是平路？城市不行啊，像这种这么平的前州下的那种大路。比如说从这里到晋到漳州啊，这些可以。二十多公里，二十多公里，一个小时。你这个，这个上岸快，这个上岸便宜的很。是好，我好像看到有些是公路胎。对，我们的路。南京阁在哪里啊？这是什么？是不是这个？看看。这是南京阁吗？南京阁，钻石阁。这个是钻石阁。不是，钻石阁。珊瑚阁，月桥哎，我也想到了。南京阁，
哦，我看看啊。二十四楼。这是蓝金阁啊，这是蓝金阁啊。我大家都穿了这么多衣服，要看人家穿了这么多衣服，很平整。有两个人给他拿票，要下去的。老师不会害你，怕你感冒。这边的也是这样子，我们那边的也是这样子。嗯，麻烦给个好评。猫找出来了，没事。喂喂，真的好柔啊，好柔啊。